要看准，你的肚真得劲的。多得劲呢，本来也胖，肚皮厚，然后刚才吃的也多，吃劲没有恁大。哦，看见好的才得吃。要我这也当姨了，也不知道是个小外甥还是小外甥女儿啊。那得要你个啥嘞？你喜欢啥？喜欢小女孩儿。你看吧，生个小闺女回来一家家来吧，然后不管她，想回娘家回娘家，我也不叫她。然后到时候给找好俩去旅游啊，什么花儿什么草给家，不用管她。然后嘞，这是个招商银行，说不定还给我要点彩礼。要都想好了你。然后嘞，要是是个儿子呗，还得娶媳妇儿。然后你看吧，还得最少有100万的存款，彩礼也不知道多嘞。然后嘞。这个二的话是个啥银行啊？建设银行，小女儿是个招商银行。我也还是个小闺女好。你想的还怪美的，你想啥都是啥。我跟你说，赵浩说，我最近皮肤变好了，说不定就是小闺女。哎呀，那你俩想的还怪美的。别想小闺女嘞，别说小闺女是爸爸的小情人，这货不知道上辈子有多少情人了。哦。头痒死了。头痒了。头痒，洗洗。不要洗，我三天后洗了。我都想把头发剃了。哥，我跟你说，到回来生的时候，就是冬天生的。反正我到时候把头发剪的掉不少，能扎住头了。要不然到时候坐月子洗头也不得劲。到那时候早了，你的头发不知道长多长了都。那那个药剪了吗？剪了呗。没有，来镇上去剪。剪完了也不整头发了。上啥镇上头了？你面前都有个理发师，哎，你要越洗，还有那个小孩儿，头不到我剪呢。我给你教教吧。正好教完给我要洗头。中啊，我给你剪剪，一年正常要10块，你给我5块就妥了。给我8块，那也中。我给你。中，一会儿给你洗头，免费洗头，赠送的。好，叫你剪剪啊，叫拿我的工具，我的剪刀推刀。看我给你的脚这发型不错吧？你说人家看着不错了，挽个小疙瘩，你能看出来啥发型？就是挽个小疙瘩，不比那短呢？嗯，短点儿。是不是？感谢你的精湛的手艺，咔咔一剪。我感觉剪的可好啊。走啊！走吧那，你就这顶着小丸子都走啊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你给姨拜拜吧呀，拜拜，你要不愿意了要吧，走啊，嗯。